员超过两公尺老上总统当上是十六年前，第八天做回收的落水员，因为唔敢再等来收藏诶。人拢夹啊夹无夹无破去吼，啊我做无良心诶吼，啊阵起来叫师傅来补起来，吼、哦、啊补起来阵。拢来藏一只收藏起安尼。现在卢水湾真真后后已经收藏将近百尊的铜像，其中有蒋经国毛铁铜像马英九，这政治人物铜像收藏一个新的画面，也让人感觉真趣味。每年老蒋总统生日，卢水湾和看守也拢会把这铜像摕出来七七拜拜为伊庆生。准备怀念伊啊！有咧怀念啦，吼！啊，就平常十月九拢啊，我吼十月三，伊是伊的生日安尼。来这摆啦，今年较无法功夫啦。有揉揉咧啦，啊，搁有当搁买一花咧吼，啊买一寿面，啊今年都顾袂用。伊用伫学校公家机关看到老蒋总统当选，因为震动轮替已经渐渐消失。卢水湾讲过去有华侨出关给收港，含通园大溪顶长来拜托关政府助学。因年迄算园区迄拢爱有入门票，我讲唔通啊，囥伫阮遮，阮早暗就通看，吼、哦、爱拜阮阿姨生日的时阵。阮就往甲拜拜咧，安尼啦。我讲唔免啦，阮安尼就好啊。伊讲啊，你着收藏哦。我说我讲袂啦，袂甲囥哦，车往晒日啦。无啦，算讲咱看咱讲吼，啊，即款属古董哦，吼啊，咱着来收藏起安尼。嗯。啊，我讲啊，无后日阮就收藏我第一只尊哦。其实，卢水湾本身是民进党党员，煞收藏国民党代表人物老蒋当上，因人来好奇参访。最近拄好拄着选举啊，闹出袂少笑话。讲民进党诶，那就来看要拜票，啊，看人做得好，啊，袂出惊病死。我老爸讲过，你万袂叫惊着。我去采个采我下边古厝遐吼，啊，囥罗金，啊，徊因个较早因个较老诶，徊徊。我先接个哦，也是拢会行咧。收藏在当上，卢水湾强调，无管政治，只是保存台湾历史基地，也大方欢迎大家来参观，让这段历史留予后人了解。记者陈昌报道。